在贝镇地世界上最危法危险的魔法师苏苏万年头像幽灵漫步，为什么他妈改了他妈个幽灵漫步呀，我操。可以了可以了，我装备一下准备打刀塔了。好、哦、不兼容兄弟们，你装身心是不兼容的，装了身心是不兼容任何装备的。黑卡血崩，赶紧卖赶紧卖，血崩了，黑卡崩了，黑卡的价格崩了，太垃圾了，黑卡没了兄弟们。我的黑卡都全部暴毙了，全没了。我只要站在冰堆里面，哎，我他妈他都打不到我，他不知道怎么打我，好吧，我跟小兵融为一体，我现在跟小兵融为一体了，兄弟们，这他妈太他妈矮了，我操，太你妈的矮了，矮死了，我操。
激动激动，垃圾。谢谢 ，PP 拿了呀 ，PP 去中，哦，去上了。放开！耶！我靠，真牛逼！我去杀巨魔了。Concentration plus one of X to X X for Blue Fox Oriole Incapacitator. Attack! Zeal of Wet Sword. Triple A. Well away. In all claws of Tornado and Pitchin up.Who threatens my coming from Lafferty? True Henry from Bunchotown, he baits with way. Enlightenment stands ready. Witness true sorcery. Cross and rejoice.One of my favorite moments. Attack! Cold Arcana Beholder! Unstoppable!无敌！这打比方，如果说小卡尔是一套饰品的话，黑卡的饰品大概在500左右，小卡尔的话饰品大概在小卡尔的饰品。小卡视频可能是1000到2000吧，就是我对这个小卡的判断，好吧。对，黑卡是炒上去的，但是小卡这个价格，我觉得如果说你说它是饰品的话，我觉得1000到2000不过分。啊，国物。对吧？好吧，披风也就是它全球是限量的，结束就没得卖了。当然你说。你说你不买无所谓的，但是你不买的话，你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哪一天突然想玩了，或者说看别人玩的特别好，你想玩了，你会发现你买不了。就这个东西就也不是说保值，还是说你能拿来卖，这个东西不能拿来买，就是你充值本子，你就会比不充值本子的人获得一些额外的游戏内容，可以买，就300级本子直接领那种，他这个是300级本子送的。就知道你要慌一下。
不长记性，兄弟。你都知道，明明你也知道，他妈放个技能你要死，还要上来放技能，把远征兵先清了。这怎么炸了呀？这，啊、漂亮，天火可以跟上。跟了个天火，不然是死了。飞鸟要收这波兵线，我操！别动他手。这个蓝炮有点跳，吹风、骑楼、陨石，走一下位，打一个推波，打上去，跟着 A 一下。上午好像有说法。这个位有点难走。拿火人看一下这个位置，没有锅，他应该会走回家，然后 TP， 拿这个扫一下，看能不能扫到他。扫到了。看一下周洛，周洛这波还是可以杀的，飞鞋 TP 一下，下一波 BKB， 有板吗？没有板，吹风拉上拉起来，没有吹到，给个吉冷，推波打起来，真的好像想飞这个位置，大天火跟一下，是，但头没了。这一波我还有一个陨石和推波，看兄弟要不要大刀，要大刀的话就打死他。有一个吹风。太有跳了 ，TP 了 TP 了，他这个飞不走。冰桥粘脸，他框，还是框走了。你不懂去打他，这他妈强行把他给框出去了，还以为能框走，我就把他宰了。吹风。对，强行杀掉。不要问他为什么不 T 啊，他的传送是 CD 的 ，TP 也是 CD 的，他应该是刚传下来，传下来大概有20秒左右的 CD。这个位置丢他一下，接个天火刚好。这边跳刀、极冷、吹风、陨石，挂一个灵动瞬间 ，VS 可能会救 ，VS 被我吹起来了，救不了。跳上去看一下，看到先知，精神 ，TP 踢不走，这个虚空。我好像白给，没有罩子。对我罩子好像废弃了。吹风磁暴，移动瞬间，能把这个杀了。
上去，有个肌肉。可以。他这就是白给了，自己框自己，不框他自己应该还能走的。清风吹一下，破掉这个微光的 buff， 接着 A 一下。清风磁暴，金墙。虚空一个大我的机会，这周末是真的恶心。虚空追一下这飞鸟，飞鸟有点跳，接个磁暴。就拿他四手，跳刀、扬刀、推波、陨石、推波、陨石、扬刀，扬刀有点没蓝，打波狗，推波、陨石、扬刀、天火，到扬刀那一步已经没蓝了，打天火 TP， 凯尔赛吧。今天不加班了吧？就正常播，正常下，好吧？有点奢侈啊。啊，讲道理我发育挺顺的，好吧，发育挺好的，好吧，他妈的，我刚才说什么，我说特别怕对面拿一个隐身符，只要有隐身符基本我已经暴毙了，我操，真他妈暴毙，说暴毙真暴毙的了。瓶子，我操，这他妈上面有眼，帮我反一下视野啊！这视野我打得好难受。我们主要是干不起来架，能干得起来一波架的话，随便打的。
睁眼，睁眼，睁眼！他买错了的先走一下吧，买错了的，我没的马，小高地。B K B。允许你的幻象带过去出塔呀。你也想走一下包还是有机。哎，可以可以可以，完美反，完美反。我操，完美团！没蓝呀，没装备啊，讲道理。